本赛，习相近，性相近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。魏曾叔，人开始的时候都很善良吗？对，都很善良。那性乃迁呢？为啥善良会跑掉？那每个人少了一点东西不就行了吗？阿宝，如果我让你把家里的米呀、钱啊，甚至你每天吃的肉都分给别人一点，你吃少一点，穿的差一点，甚至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给那些穷孩子穿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是，你一个小孩子都不愿意，更何况是大人呢？来，再来一遍。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。原先以为报国是件很单纯、很恢宏、又很壮丽的事，可是没想到，这份理想被现实碾得粉碎，就好像在一个漩涡里，怎么样也搬不出来了。我也踏上另外一条路，再也不能回头，只能往前走。你是说傅成？千云，给我们两个放一盏湖灯吧。对，让我们不再有回不去的烦恼。你们俩今天怎么了？放了，来。三娘，我回来了。嗯，事儿办得怎么样？全妥了，我直接去找了黄旅长的姨太太。那娘们真够精的，她说了，以后的生意就你和她之间直接过，不要那个王副官了。哦，我估计，恐怕这个王副官要当替罪羊了。不过他这回提的条件可挺高。要多少？他说这回黄旅长跟川军的刘师长合伙做烟土买卖，缺本钱，所以要这个数。那他要咱们多少米啊？这么多。行，就依他。我也挺爽，去看看我的热水怎么样了，我也好放松放松。要不小的伺候三娘？不要脸，滚！哎，去把林管家叫来。现在啊？叫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哎。
麻子哥，魏贤，三娘叫你呢。三娘，三娘，三娘。三娘，我在这儿呢。我等会儿再来吧。干嘛？进来呀。三娘要是有什么事，我在这听着。没什么，你就是把床上那个衣服给我拿过来。来了，李贤，林明贤，麻子哥，夜里太热了，我睡不着。我知道你的心思。知道啥？你喜欢三娘。可他喜欢的不是我，是我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我不会负了他。还挺坐怀不乱的，还好今天我高兴，饶你不死。三娘坐。三娘高兴什么呀？今天呢，跟黄旅长三太太的生意谈定了，你猜猜看，他要我们多少？这事儿不用我猜，我也不想猜。你别老皱个眉。好像谁欠你似的。告诉你吧，这次我们赚多了。三娘赚了就好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那你是我的什么人呢？
我是三娘的管家，是管米铺这个大家呢，还是管三娘这个小家？别老皱个眉，好像谁欠你似的，是不是有人真欠你啊？没有。那天我看你教阿宝读书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真像啊。像什么？像我想象中的阿宝他爹。三娘，怎么着，还不让我喜欢你啊？你别说，我还真有点喜欢你。我们还是谈谈那桩生意吧。现在不说，就说你这桩生意让我来做吧。那当然了。你说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回答我呀，说呀。我就一点都不让你动心吗？真的，我一点都不让你动心。茉莉花，这什么呀？三娘，你就别费这个心思了。我只是你的一名管家。我也可以不让你当这个管家，你明天就给我滚。好，你们就先送到这儿，前面可能有敌人的流动哨。慕容书记，我还是不放心呢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们恰恰注意的就是要警惕，你们越是警惕，敌人方面就越重视你们，我呢也就越安全。是。我这次走也就耽搁两天，如果两天以后我回不来，邹队长，你就把游击队带到苏北去，和那儿的部队会合。是。好，我走了。再见了，同志们。再见。三娘，三娘，我走了。三娘，你这是？往哪儿走啊？黄旅长三太太那儿，你还得去一趟。你不赶我走了？生意归生意，感情归感情，要是三太太那儿你搞不定，我真的会撕了你。我知道了。傻愣着干什么呢？干活。都愣着干嘛？干活。镇上各处都布置了人手，特别是湖边一带，更是放出了我们很多的人。只要那个女教员一出现，她绝对跑不了。打蛇打头，擒贼擒王。只要抓住那个女书记，湖上的共匪就好对付。胡连长，你怎么不发表高见呢？王副官，这件事李作不是指定你负责吗？可你是一连之长。对不住，我还得去查军粮掺假的事儿。你不会是心疼那个女共匪了吧？
起码比你正直。我可提醒你，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。你也配说是军人？够了，今晚的行动你必须参加。我生病。你突击共匪，不怕我一枪崩了你？你真卑鄙，如果我有机会也会一枪崩了你。连长，你看这弟兄们知道要去打鬼子，一个个都憋足了劲儿呢。继续加紧练吧。知道。是。来，一百长。好，你等等。上回那两船军粮你跟着去了。嗯。知道是谁批的吗？是王副官。我知道有他，可他没那么大能耐，后面肯定有人。这连长，弟兄们都知道您是个好人，但是这事儿您就别再查了。为什么？后面都是大人物，你动不了他们。大人物，这一连的士兵都是我的弟兄，我不替他们说话谁替他们说话啊？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喝咱们弟兄们的冰雪，那些弟兄们也是人呐。你只告诉我，谁跟王副官一块批的？我，说，我只知道，是吕座的三太太把批条给王副官的。吕座的三太太。你去吧。是。三太太，您请坐。林管家，你的胆子还真不小，竟敢瞒着你家老板娘约我来这儿谈生意。其实三太太也不傻，如果您不是闻出这单生意的油水要比老板娘给的多，你也不会来。准确的说，其实黄旅长也不会让你来。既然说到油水，有多少？如果我绕开三娘直接和你们交易，我会给的更多。四成？还要多。五成？六成？那你们弘济不就赔本了吗？其实有时候赔与不赔，不单是从账面上来看的。三太太，全部。全部？说白了，用你们购买军粮的这笔款子去买军粮，然后我再全部把款子还给你们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我要是不把利润给足，怎么成全您和黄旅长呢？您和黄旅长又怎么能够成全我？那你需要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如果说弘济是一只会下蛋的鸡，那么蛋留给你们，鸡留给我。你想占了弘济？各取所需吧。胃口不小啊！你们也吃得很饱。林管家，你就不怕我告诉你家老板娘？您可以这么做，但是三太太也可以想清楚了。反正你们的部队是在这安营扎寨一阵子就会走，反正都是一锤子买卖，赚梅三娘的三成是赚，赚我的全部也是赚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这里到处都是你们的部队，我飞不了，我把款子还给你们就行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弘济那边你们要按照我说的去做。怎么做？到时候我会告诉你。其实三太太，你可以好好想想，我这么做也帮了黄旅长的忙呀。
上回军粮的事情赖在王副官一个人的身上还嫌轻了点，要是再拎出个红计，那么你们家黄旅长又赚了钱又有了粮，而且屁股也擦干净。你可是拿你东家的性命在跟我们做交易。其实也有我的性命，你们想想，拿这笔天上掉下来的款子再去做烟土买卖，赚得够多了。那我还真得想想。但是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？红记可以赔进来，你们要放过梅三娘。怜香惜玉，随你怎么想。林管家，你可真是一个好管家。客官慢走。哎，长官，请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客人一位，上茶。客官，慢用。我回去报告你跟踪。三太太，我就不送您了，不太方便。了解，我会去跟吕座谈的。您慢走。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呢？我只是在跟他们合作。合作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啊？那偷运军粮的事情就是他们干的。我知道。什么？我一早就知道。哦。知道你还跟他们合作？正因为他们是那种人，才有利用价值。那你呢？他们不也正在利用你吗？啊？谁利用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是最后的赢家。我真没想到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的人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没有权利指责我。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朋友也有各自要走的路。可我不想看见你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你在接着我的，行人，跟我来。世道越是这样，我们越要坚守一种东西。这还有什么意义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在家乡，我们表述各自的理想，我们意气风发，指引江山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着希望。要相信心中的明灯，要坚持这盏明灯。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。可是现在你为什么要背弃？我就不。阿义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情？
对了，还记得湖心那个岛吗？记得。你赶紧去找慕容涛，叫他千万别到镇上来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他就会明白一切的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来不及说了，你赶紧去，这就去。你为什么不去？我去不了，镇上已经全是我的人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。救他？你赶快去报信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呀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是在跟你的敌人合谋，可你不也是在跟你的对手暗通吗？我变了，你也变了。我变是因为我还相信希望，我没……哎呀，算了，别说了，快去吧。梅三娘，今天老子谁的面子都不给，来，给我烧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你烧！滚开！不能烧，这是我的命啊！不行！放手！你终于砍过来了。我看我再晚来一会儿，你就要把这米铺给点着了。你来了正好，你是他们长官，这是火烧连营的好戏，你唱正合适。怎么想抗命啊？惦记楼上女豪杰了吧？我上去把她给劝下。不行，你上去他挟持你，不正合了你的心意吗？你俩可以一唱一和的唱一出捉放曹了。哎呀，这不正顺了你的心意吗？你不是一直想找机会崩了我吗？你要真敢上去，我真就崩了你。那你试试。站住！再走，我开枪了。当心，告你同情共匪。当心，我不给你这个机会。把你们连长给我扣起来！听见没有？把他给我扣起来！留下来！我数三下，你再不下来，别给我开枪了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一、二、王副官，大妈，娘，娘，求求你，真的，阿婆，娘，娘。
都这么晚了，您还在想啥？危险呐！不知道他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。啥事儿啊，爹？既然您放心不下，为啥不去帮危险哥？如果我要历练一只鹰，我把猎物指给他之后，剩下的就靠他去试自己的爪子了。麻子哥，干嘛呢？我在想，咱们这回的这桩生意。你是说这回军粮的事儿？你都知道？嗨，我跟着三娘六年了，这铺子生意上的事儿，我有哪样不知道？甭担心，这回跟以前一样，还有咱们赚的。是啊，到底是谁赚呢？危险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明儿一早，我就把款子打到梅三娘那儿去。好啊。你真想好了吗？那个林管家的建议，我们真的要那么去做吗？为什么不做啊？进来，情况怎么样？问到了，他被关在警卫排，而且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。连长，你可别干什么傻事儿啊！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是。那个女工陪咋样了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哦，放我进去。连长，王副官他交代过，必须有他和吕座的手令才行啊。我再说一遍，放我进去。我是来救你的，走。不会跟你走的。为什么？走。阿姨，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？这对我是个机会，但是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走，走吧。阿姨，走吧。阿姨，走，你疯了你！你为什么要对自己的理想那么痴迷呀？
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其实你的话很早以前就已经打动了我。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阿姨，人都有一死，如果我的死能唤起你还有更多的像你这样的中国人的觉醒，中国就有希望了。希望，希望。三娘，黄旅长购买这批米的款子发过来了。我就说嘛，这回我们是赚足了。你赶紧去给黄旅长回个信儿，就说事儿三天半妥。这就去。发开单，找我。嗯。啥事儿？好事。啥好事？鸿记米铺。哦。女共匪已死，今晚十点钟围剿湖上的共匪人马。你们有什么异议吗？我为党国效忠。副连长，你呢？军人嘛，以服从为天职。我知道你是个人才，可是退一步的话，军法无情啊。是，我服从。这就对了，执行吧。是。你还是没有这个胆儿啊！我留着你，只是为了完成今晚的行动。别挡道，我要去湖边给马喂草。谁都不允许离开军营，这也包括你，胡老弟。马若无力，今晚的任务有闪失，你背着。哼，你别逼我。那你就坐。我早在他的背后奔了你。王副官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其实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，也想在背后帮了你。你。